项目。对于贺岁档的影片也是备受关注，今年同样没有例外。虽然缺少了澳门风云参与，但竞争还是异常激烈。今年的贺岁档依旧百花齐放，有《唐人街探案2》《捉妖记2》《西游记之女儿国》《红海行动》，没点实力的电影还真的没胆在春节档上映。《红海行动》自然是今年贺岁档最大的票房黑马，虽无铺天盖地的宣传，也没当家花旦鲜肉的鼎力推荐，获得了高额的票房，同时也获得了一致好口碑，真的是不亚于好莱坞大片的良心影片。《捉妖记2》今日票房正式突破10亿元，超越《战狼2》85小时破10亿速度，刷新华语影史最快破10亿纪录。小编也是有点惊讶，这个萝卜精居然如此厉害。早前《捉妖记》的票房就广受诟病，众多网友爆料其偷票房、幽灵场、找水军等等，而此次《捉妖记2》的票房蹿升速度也不得不承认真的很快。然而在小编眼中，比起其他同档期大片，《捉妖记2》也是贺岁档影片中相当不及格的影片，剧情拖沓，杂乱无章，笑料不少但好笑程度不高，全片能看的只有演员的颜值和特效，那为什么可以有如此之高的票房？小编认为，《捉妖记2》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上映在春节档，倘若换一个档期，票房可能真的会遭遇滑铁卢。一年一度的春节，自然是全国人民每个家庭都团圆的时刻，没有什么比一家人其乐融融，然后看一场热热闹闹的电影更好了。尤其家里有年龄还小的小朋友，可爱多动，灵气逼人的胡巴，自然成为小朋友的最爱。同时与家人分别时的痛彻心扉，与家人团聚时的欢笑与泪水，更是无比切合春节团圆的主题。因此各个大大小小的家庭带上小朋友的支持，《捉妖记2》在春节档收获颇丰，倘若换个档期，小编真的不认为。